家好，欢迎来到 JLIAACEA 频道，我是阿宝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太阳系里面哪个行星自转得最慢，地球和火星一样自转一圈大概是24小时。木星和土星自转得很快，只需要大约10小时就搞定了。海王星自转一圈需要16小时，天王星自转得慢少少，需要17小时。水星最接近太阳，自转一圈需要58日。金星最接近地球，金星自转一圈需要243日，即是说我们要在金星度过八个月才是过了一日。原来古人形容度日如年，发生的地点就是金星了。